四君子里面啊，梅兰竹菊啊，这个兰花，兰花指的就是国兰。在我们习惯上来分类的话，这个兰花分为洋兰类跟国兰类啊两大类。那洋兰类呢啊，大部分都是产在像西方的国家啊，比如说像那个蝴蝶兰呐、啊，还有像那个加德利亚兰啊、树兰等等啊。那国兰呢，就属于像我们一般的这个报穗兰、春兰、四季兰等等啊。那这个西洋兰呢，大部分都是花比较大、艳丽、色彩多变，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有香味的比较少啊。那国兰呢，这个花不是很大，然后色彩没有那么丰富啊，没有那么艳丽又大啊。但是呢它很香啊，大部分的国兰都具有香味啊，尤其是春兰、四季兰等等啊。这个我们在绘画上呢，把国兰分为一跟那个有些人也是这样分啦啊，就是国兰分为一茎一花的啊，或者是一茎有带双花的啊。再来就是一茎多花，就三朵花以上的来做这个两个分类。那一般一茎一花的呢，啊，就是属于像春兰，啊，春兰类的。那春兰类呢，主要，像这个中国大陆啊，主要是最大的这个出产的地方，日本、韩国也有，但是呢，中国大陆的比较具有香味，啊，日本、韩国的大部分都比较不香。那像台湾也有出产啊，台湾像比如说台湾的这个丝兰啊，丝兰就是很细啊，像那个这个丝线一样的丝兰，还有阿里山的春兰，还有这个贝亚兰啊，都是属于春兰类啊。那再来就是像那个还有现在还有包括云南的这个豆瓣啊，也是属于春兰类。这个豆瓣比较像日本啊、韩国的这个春兰一样啊，它比较有时候颜色会比较漂亮一点，有些有红色的啊，哈、啊，朱红、橘色的啊，哈、啊，但是也比较不香啊。那一茎多花类的这个兰花的品种就比较多了啊，像这个过年的时候，像我们的这个报穗兰。啊，台湾出产很多报穗兰，叶子比较宽的啊。再来就像那个，再来就是九华兰，九华兰啊，这个在大陆也叫蕙兰啊。这个另外呢，像四季兰啊，四季兰在大陆称作剑兰，剑兰啊，还有像那个四川产的春剑兰、云南的莲瓣呐、啊，啊，还有像这个宋春呐、啊，啊。秋枝啦、啊、金陵鞭啦、啊，这些都是一茎多花的，啊，那这个墨兰呢，啊，大陆称的墨兰，也就是我们报穗兰啊，这个报穗兰像台湾有出产很多，而且有很多这个名贵的品种，啊，那至于这个大陆呢，像这个大明系统的啊，还有这个中国报穗兰啊，像比较著名的。啊，像十八学士啊，这个、广东啊，这个出产的这个墨兰树心啊，开十八朵花，叶子又很高大，然后花开的又很高，非常的壮观啊，而且这个摆在家里很非常有气派啊。那一般呢，一般的兰花也有人把它分类，习惯分为像花兰，还有异兰，还有奇叶类的这三种。啊，作为这个观赏欣赏的这个角度啊，那这个花类的话，都欣赏它的花啊，它的花呢也有这个比较稀奇的，像梅瓣呐、啊、水仙瓣呐、啊、等等啊。那这个有些有奇花、奇瓣的，牡丹瓣啊，或者是树形的啊，啊树形花啊，像树一样一层一层的啊。啊，至于这个。异兰类呢，大部分在是报穗兰，因为报穗兰的叶子比较宽，它出很多的线叶，所以它这个出线叶的这个，观赏的价值还是蛮高的啊，蛮有欣赏的价值。
现在呢，我们再来画第三种结构法。第三种结构法啊，也是一样，我们把毛笔洗一洗，画兰花的叶子。这个准备的是，这个是生宣纸，会吸水的宣纸。那这个毛笔呢，是属于大兰竹，啊，就是画兰花、画竹子很好用的兰好的笔啊。那首先把毛笔要洗干净，然后我们再去沾墨啊，再去沾墨，然后把笔尖调尖啊，调顺了啊。画兰花的叶子啊，记得下笔一定要长锋。所谓的长锋就是笔毛再反过来啊，再反折过来。这个地方要长锋，就是说笔毛要反折过来，收笔的地方比较收尖。这个也是一样。长锋，那像这个啊，这个地方就是钝形的，不是尖形的啊。这个地方叫蚕头，像蚕宝宝的头，大大的，有没有？啊，叫蚕头。像蚕宝宝的头一样，那这个尾巴尖尖的，像老鼠的尾巴一样，要蚕头鼠尾，啊，这是兰花叶子的画法。那这个长的叶子呢，因为它叶子是扁的，所以转折的地方要画的比较细一点。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就介绍这个兰花的叶子如何去安排啊，穿插。啊，它的结构法。首先也是一样，把毛笔洗一洗，笔尖沾墨啊。这个我们介绍第一种啊，第一种结构法，我把它归类为三种。这三种你可以把它练习起来，就受用无穷了。下笔记得要长锋。收笔要尖的，像老鼠尾巴一样，前面像蚕宝宝的头。第二笔要开凤眼，啊，这个叫凤眼，狭长型的，狭长型的形状叫凤眼啊，像东方人，尤其是黄种人，中国人很多的丹凤眼，就是细细长长的这种眼睛啊，不是大眼睛哦。啊，画大眼睛结构就不好看了，一定要画这样的单凤眼的，叫凤眼。第三呢，我们再把这个凤眼破掉啊。第三笔叫破凤眼啊，就是把这个凤眼破掉啊。然后往这边来画的也是一样啊。第二笔开凤眼，第三把这个凤眼破掉，啊，这是最简单的啊，这个兰花的这个叶子的这个组合结构啊的方式啊，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一种啊。再来，我们画第二种的这个结构法，叶子的组合结构法啊。我们都是一样，先把毛笔啊沾墨，笔尖调尖啊，然后我们开始来画这个兰花的叶子。下笔长锋，第二笔开凤眼。
但是我们交叉过来啊，从这边交叉，然后再弯过来，再交叉一次啊。第三笔呢，我们把它破掉。啊，这是第二种结构法。来，我们从这边画啊，一样的。第二笔开凤眼，第三把它破掉，啊，这是第二种的这个结构方法，啊，就是我们这个在第二页的时候交叉第一页交叉两次，啊，这个画兰花的叶子最忌讳三叶交叉一点，还有就是说叶子的话不要两叶一样长，而且不要两叶平行，啊，两叶平行一定不好看啊。然后记得这个凤眼，凤眼是狭长型的啊，一定是细细长长的，不能画太胖。现在呢，我们再来画第三种结构法。第三种结构法啊，也是一样，我们把毛笔洗一洗，笔尖再沾墨，然后把毛笔稍微调尖一点啊，要画叶子啊。这个，来，下笔长锋。第二笔开凤眼，再来第三笔破凤眼，第三笔破凤眼，破凤眼之后呢，这个第三笔，你看交叉第一片的叶子一次，再来交叉第二片的叶子一次。再来，再重新交叉第一片的叶子一次，啊，就是这样的结构又不一样了。我们再画另外一个角度，第三笔记得第三笔破凤眼。从这边交叉过来，再交叉一次，第三笔，那这个有些空的地方，意到比不到的地方，这个留下来没有关系，因为到时候补花的时候，花可以填在这个地方，变成花在这片叶子的前面，那这个硬笔的话，就是要一气呵成，不是画到这里，然后事后再来补这一笔，不对的，是要一气呵成，把它完成。这是第三种结构法，那这三种结构法把它练好之后，就可以交互或者穿插组合就完全对兰花的叶子的结构你就没有问题了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叶子练好，然后再来补花那这个人家说这个兰花的兰。很难，因为要养兰，把它养好不容易，那画也是一样，因为越简单，其实越简单的这个结构要完美越困难，不然的话，兰花是最容易画的。这个我们画兰花就是一个曲线的练习，你看这个叶子就是弯曲的曲线的练习，记得长的叶子一定要有粗有细哦，因为它叶子是扁的，所以呢。我们在转折的地方会比较细，不像我们这个竹竿竹竿你弯来弯去，它粗细都一样，因为它是圆形的粗细都一样的。那是扁的东西，所以像我们的手一样扁的，这样看很宽，慢慢，是不是转折的地方会变细？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细同样的意思。国兰在中国的栽培有数千年的历史。
那自古以来呢，文人雅士呢，养兰赏兰，被当成一种高尚的嗜好。那这个国兰呢，主要采集自山区、丘陵地或者深山里。那国兰生长的环境呢，最适合的地方是在这个东面，啊，迎着这个早上阳光的这个山坡地，尤其是在有这个松树林或杂木林的下方，啊，这个有遮荫到阳光的地方。那因为这个树的下方有很多的腐殖土，因为国兰是属于地生兰。那另外呢，山坡地呢，它排水很好，这个也适合国兰的生长。那有时候会长在这个悬崖或者是这个碎石坡的缝隙，或者是个树根的这个缝隙，啊，这些都是国兰这个喜欢的这种生长的这个环境。像这个是长在这个啊碎石的这个缝隙里面。那有时候我们在野外呢，啊，看到一棵草像国兰一样的草，那你也分辨不出。所以一般人呢，在这个采集国兰的时机呢，他都会选择比较适当的时机。像这样一棵兰花，有时候看起来就跟草差不多。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啊，这个杂木林开始落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很多叶子都枯黄了，地面的一片枯黄比较多。那国兰是这个叶子永远是翠绿色的，所以很容易就看出来。那至少比较容易找。那不然的话，像春夏天的话，全部都一片绿色，那更难找了。啊，所以在这个落叶以后呢，秋天的时候是采集国兰很好的一个季节，因为比较好分辨。像这样，这个松树叶子的缝隙里面呢，刚好一颗国兰，那很容易就找出来。那像这颗国兰的话，它很特别，它叶子上还有斑啊，这个也是一种欣赏的一个美感。那再来的话，就是等兰花开花的时候，啊，像这个有花苞已经开始出来了，那开花的时候一看，哦，就知道这个是国兰，因为国兰的花跟一般的花都不大一样。那像这个已经有花苞，像这个春兰的花苞啊。那像这个采集的，它本身就有很多的花苞。那另外呢，这个兰花拔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根啊，它是属于地生的，它这个有兰根，啊，跟野草又不一样，也可以分辨出它是国兰。那这个采集的国兰啊，一般呢，采集之后呢，有时候都被这个山农啊，就是在山区的这个农民啊，利用闲暇的时候去采集国兰，有些甚至是专业采集。那有些采集的之后呢，他们就种在他们的这个啊山区里面啊，像这个就是这个种在地上啊，等于是跟自然环境一样，那种在地面，那种起来就是一大片，然后到时候开花的时候再来选啊。花开的比较好的，那有些呢，有时候也种在这个树荫下，刚刚是那个有遮光网，那这个有时候这个树荫下也可以来种。那种在树荫下就是也是仿照在这个山区这个林木下面的这个野生环境，那像这个有些哈山农啊，也是把它独自养在这个庭院的啊，后方或者是像这个就是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啊，比较有规模的这个养殖。那这个是一般啊，比较有具有规模的、比较科学方式的这个养殖，专业的养殖。
那一般这个大陆很多地方啊，冬天都会下雪啊，这个冰雪啊覆盖。那其实国南有很多的品种呢，啊，它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像春兰啊，像这个就是台湾称的酒华蕙兰啊，都是属于在这种的环境生长的。像这个兰花都冰雪，这个雪呀、啊、下雪把它覆盖住。那这个兰花还是不会受影响的，而且呢，兰花像春兰类啦，像蕙兰类都要经过这个春化的这个过程。所谓的春化，就是要经过这个冷的这个历练过，它才会长花苞，才会开花。所以经常呢，在台湾在都市里面呢，种的春兰都不容易开花，啊，这个酒华也不容易开花，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春化。天气不够冷，